好，录了。哎、欸，大家好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个段影片我想要献给，不要说献给，就是要给我珍惜的我时间的朋友们。对，就不管只要是热舞社的大家、学弟妹还是学长姐，是我们这届，我这段话这些东西要献给你们。首先，哎、欸，我想说，对于我而言，时间的 B boy 是什么？就是它是一个感情的综合体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，我觉得我们这群人不厉害没关系，然后没有很强的招也没关系，可以不用很听派也没关系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群人最厉害的地方是团结 ，unity， 像我们的团名一样 ，unity soul。我一直很想告诉你们这件事，是因为这两年下来，我觉得大家因为，排舞的事情，然后有吵过一些架，但我真的要告诉你们，这些东西都不是硬要加诸在你们身上的事情。我只希望你们进步，我希望你们喜欢上跳舞这件事情，享受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是我在跳舞上面感受到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是我从以前一开始到我中间忘记那些这种感觉之后，现在又找回这种感觉，我才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可或缺的，莫忘初衷啊。关于这支表演，对这支排舞，也是融合了以前我们 B-boy 所有排过的，就是我觉得经典的东西。然后，可是为什么取消时间？是因为我觉得光是这个东西就可以代表我们时间的风格。反正你们拭目以待吧。哇，没啦。对